小就跟着郭德纲学艺，如今已经从事相声行业17年，不管从业务水平还是人情方面，德云社烧饼都配拥有更好的资源。如今德云社烧饼也参加了一线综艺《极限挑战》，作为相声演员，可以说到哪儿都不会让场子凉下来。虽然和极挑的成员第一次见面，但相声演员从不尬场，总能从中化解尴尬。烧饼跟大家打招呼，导演问他们中间有没有熟悉的，烧饼把目光投向了何洛洛，开始了化解尴尬时刻的见面会。烧饼说，我们之前见过一面。何洛洛迷惑的眼神很不解，把头转向王彦霖，我应该是认识还是不认识啊？烧饼立马说，在超新星里面找你签过名，还记得吗？何洛洛瞬间有点记忆了。场外王迅指导，这个时候就疯狂眨眼说认识就行了，姜还是老的辣，知道人情世故。烧饼的互动也拉近了彼此之间的关系，让现场的气氛活跃起来。而且作为德云社莽撞人，参加节目的原则就是重在参与，给观众带来欢乐。节目组的规定对于烧饼来说就是用来打破的。在德云逗笑社刚刚举起石磨盘，到了极限挑战也明着叛变，跟着反派一起玩。在极限挑战中，烧饼明知道凤凰里面有麻雀，也要跟他玩，全程嘉宾绑在一起。烧饼和谢可寅玩了一整期，谢可寅在这期的极挑里面在已经暴露是麻雀，但是烧饼还要跟他一起玩，明显就是不按节目组规定玩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烧饼的搞笑无疑是综艺里面最优秀的，在这一期的节目中，凡是在一起说话的，烧饼总能找到搞笑点，把王迅、王彦霖的光辉都罩住了，他们显得不那么突出。德云社烧饼从事相声行业17年，参加过很多的喜剧节目，《笑傲江湖》、《欢乐喜剧人》等都有他的参加。登台的经历让他在参加真人秀节目时更加的从容，更加的自如。有网友说，烧饼的相声说的一般，没有特点。其实烧饼和曹鹤阳的相声总是在追求一种新的方式，新的表演方式。相声演员在舞台上都是穿大褂，难免会有观众看腻的时候，所以他们在相声上面的改变就是穿西装。从大家对相声演员的传统印象开始改变，让观众知道相声演员也是有很多种风格。烧饼和曹鹤阳在相声舞台上的风格是比较夸张的，从夸大的表演中提取大家搞笑的点，深受年轻观众的喜欢。语言的魅力加上身上肢体动作，让听相声的观众能更快地进入角色，感受相声的魅力。从相声跨界到综艺真人秀，烧饼的改变是从里到外的，经历的多，感受就多，感受越多，越能创作好的作品。相声演员创作的天花板，从来不是演员的基本功有多好，而是演员的经历有多丰富，阅历有多深。烧饼是一个好的演员，也会成为一个好的喜剧人。不管他从相声创作还是真人秀，都能看出他的真性情，对人客气有礼貌，谦虚好学，没有心机。这是德云社培养的好演员，从来不给师傅郭德纲惹麻烦，顾家爱事业的好男人。外表强壮的烧饼是一个内心极其温柔的汉子，幽默的性格让大家记忆深刻，希望烧饼以后的花路走得越来越舒坦，越来越宽阔。